听音乐，音乐听一点。听一点音乐。今天 Lina 又再一次为大家邀请到我们节目的好朋友，就是 Lulu 来到节目当中，要跟我们分享他私藏的一些 Jazz 还有 Blues 音乐。我们先来首先欢迎我们的好朋友 Lulu。 Hello， 你好。 Hello， Lina， 你好，大家好。Lulu 上个礼拜带来的是，那今天 Lulu 首先要带我们听的是怎么样的一首歌呢？就是 Larry Mcgee。 今天我们介绍他这条 Always 6还是一样很慢的情歌。今天为什么会故意把第一首歌 This Must Create 的主唱人 George Benson 带上来，然后跟他来做对比，主要原因是他们是同一个 band 里面的，他们两个都同时在好莱坞的星光大道上得到 Talent 奖，就是才艺奖。这个 Talent 奖其实是所有歌手的最高荣耀。如果要介绍的这一首 Always There， 它是个怎样的歌曲？ Larry Mcgee 他的声音有一点点就是浑浑的沙哑。对，我们Larry Mcgee 可不可以请我们的露露再跟我们多介绍一些？好，那么我们现在就一起来欣赏由露露推荐的这首 Larry Mcgee 他所唱的 Always There。
是 Larry Mcgee 所带来的 Always There。 嗯，哇，这首歌曲很浪漫，很浪漫，而且有一种男性的 sexy 的感觉。对对，看 Linda 听了会有点想上瘾哎。对，因为他的音域可以拉很高，但是他情绪不强烈。嗯，真的很 OK。好，那么刚刚我们听到的是 Larry Mcgee 他所带来的 Always There。 那么接下来如果你要，那么我们在这首浪漫又迷蒙的歌曲当中，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晚安了。要再次谢谢我们的 Lulu 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非常好听的 Jazz 还有 Blues 的音乐。谢谢 Lulu， 谢谢我的好朋友 Larry Mcgee and the General Work and Brian Parrish. Thank you for all for this beautiful music. Thank you very much. 也非常谢谢他们提供我们非常多这些非常好听的音乐，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在空中分享那么多关于 Jazz 还有 Blues 的音乐。那么我们就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凌晨一点到两点，别忘了继续锁定教育广播电台的音乐观点。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森林狂想曲》，晚安喽，拜拜。